就在这种毛毛细雨当中，一直都没有下大雨，就在下这种毛毛雨。而且如果走路的话几乎感觉不出来，我骑车的话稍微感觉有一点点，不知道视频上能不能看得见。现在我们到了冲绳市的中央市场，来看一下他们在这里卖的菜啊，日本的菜有多贵。这栋房子就是苦瓜庄的房子，从这进去，门口感觉还非常不错呢。窗台上面很多小花，然后这是一个公共的活动空间。进门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是一个特别日式的，那边是特别大的一间房间，然后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间房间。地上都是榻榻米的，然后有一个桌子，然后那是我的行李，然后这边是睡觉的时候，日本人睡觉不团，其实就是咱们说的打的地铺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你好。哦，嗨嗨，还会说中国话。Hi, my name is Noshita。嗨。嗨，请叫我 Hide さん。Okay, rest room and shower room outside.Hi. Shower every time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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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ear the shower room, hair dryer. Mm-hmm. But you cannot hair. Mm-hmm. And there is a kitchen. Okay. Yes. 厨房 The bin-shan weibolu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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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And in night, so I play some scene performance. 大好き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台湾とか香港でも人気です。でも中国の方には、うん、知らないと言われましたじゃあ花人も流れてどこどこ
して咲かせてあげたい。泣きなさい笑いなさい、いつの日かいつの日か花を咲かそうよ。ちょんちんちょんフィーラー星ほっぺいざいかい、ちよにがいちよにがいらはファシャにしんはい。涙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、愛も流れてどこどこ行くの、そんな流れをこの胸に花として花として迎えてあげたい。